景点以星际过客被大家称为是太空版的铁达尼。Do you know what's going on? Nobody else is awake.珍妮弗·劳伦斯和克里斯·普瑞特登上移民星舰，本来要期待到新的星球，但却出了大问题。只是预告中这一句话 ，No, you die, I die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？You jump high, jump right。没错，就是经典爱情故事《铁达尼号》，同样都是在船上，只是一艘在地球，一艘在外太空，就连不舍男主角的情绪也一模一样。我觉得就是他们在最后的那一段的感情上面的一个梳理，我觉得蛮像《铁达尼号》这一块的。《星际过客》这部电影被称为是太空版的《铁达尼号》，虽然都是爱情故事，但少不了科幻世界的必备元素，就是机器人。You look fine this evening. We're on a date. Very nice.饰演机器人的演员麦可欣在电影里扮演关键角色，可以看到他上半身跟正常人一样，但下半身却是机器。That I would sit on a bicycle seat, and then I would kneel into it. My knees would be sort of in a cushion thing, and then so I'd sort of crouch on this machine, and then I'd have to sit up straight. And there was a bar that I was strapped to.By my back. 为了能够像机器人一样来去自如，拍摄时麦可欣必须穿着绿色裤子，挺直背跪在机器上，最后再用特效处理，演起来可以说是相当辛苦。不过为了符合科幻电影角色，搭配后制成果有目共睹。TVBS 新闻吴志瑞、林智慧、张雅慧综合报道。